5000块钱的石头切开是什么样的？这块重12公斤的不辣敞口的石头，来，咱们看一下啊。这有一个小撬口，打人的话是有种水表现的。然后这边有这个藓。藓下边这个打灯的话，它里边可能会有兰花，这块咱们补一下兰花的情况。然后后边的话，这边包浆了，然后这边杨梅皮，咱看一下，灯光有点暗了，这边杨梅皮很漂亮，这块料子皮壳非常漂亮。然后咱们补一下手镯 ，OK， 现在不讲故事，不吹牛，咱们直接开启了。这块价值5000块的翡翠岩石已经切好了，来，咱们看一下。开，整个底色的话，用现在非常流行的话说，天青色。来，咱们打灯看一下，整块料子玉化还是很不错的。很可惜的话，底子发灰，而且的话裂非常多，像这样一条一条的全部都是裂，而且也浸脏了。价值不大。这个可以当砖头盖翡翠别墅了。OK， 石头有风险，请大家理性参与。我是大宇，喜欢翡翠关注我。